这个表演，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在这其中，好吗？这个表演呢，是我去过许多国家拿过奖项回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在这其中，可以吗？Cause I've been shaking down.
各位，接下来我来挑战我练习特技九年来最难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我看过外国也有类似的表演者做这个动作摔下来，从此变植物人。我来介绍一下这组道具，它的名字叫做高管，它目前是全台湾唯一的一组，而我也是目前全台湾唯一一个表演的道具的人。我是导力小安，今年18岁，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其实我是很不适合表演道力，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因为我的右手手肘这个地方天生不正常的，这在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刀疤。没有刀疤的人，老师就不让他去练下去了，因为这种手练到后面会非常的不舒服，做什么动作都带着护具。我也因此看很多次的医生，不过我们就会这样放弃。我告诉自己坚持，坚持下去，因为只有坚持才可以是无限的，也因为只有坚持才能让我再怎么遇见大家，也因为只有坚持才可以让我代表台湾登上全世界堪称奥斯卡金马奖的马戏节。FUCK 和明日马戏节获得了 EDS 特别奖，把这个奖项带回台湾，让世界也再次看见台湾。如果你也有喜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会跟我一起坚持下去，哪怕过程会很辛苦，但我相信最后会是甜美的。